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那个一个 RPG 游戏，是恐怖的 RPG。然后今天比较特别，是因为有一个人陪我一起实况，就是我们的团长。团长，打声招呼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长兔。好，那。我今天这个 RPG 是那个三酷找给我玩的，然后我们就是来玩吧。然后他游戏叫Berry Berry。好，那这一集实况要实况多长啊？我想说要不要就一样是半小时，然后把它分多集一点。OK 啊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Star。然后现在操控的是白龙。Star。你为什么要讲自己的名字？啊，操控的是我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那你来念好了。那个是 Hello 吗？Hola。Hola， 各位观众，鄙人为这篇故事的说书人开场，先让鄙人确认一件事：您按错键了吗？是我按错键，是我按错键了。我要回标题。否，继续说下去。好，是否。啊，不要开玩笑。好的，本游戏有些为恐怖与血腥的画面以及描写，以台湾分级制度应被列为保护级，12岁以下的儿童需有父母陪伴来进行游戏。欸，这样玩游戏好爽，我都不用看字欸。我讨厌你念，你念，你念。好，换我。那个，请斟酌自身情况进行游戏。游戏进行时，若感到不适，请不要勉强进行游戏。若发生意外，游戏作者一概不负责。接下来是人物的操作。人物操作为键盘的上下左右，平时行走速度便是最快的速度。回到标题，按 ESC。注意，请在已存档的情况下使用。调查及阅读，请按空白键或 Enter。OK。Shift 可以显示自己身上的物品。然后，但在特定场合无法显示。我真的不想念。键盘中的 F 是游戏做全一幕视窗的转换，对全一幕会拉宽的观众，请切换成视窗，以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。好 ，OK OK。键盘中的 F12 可以直接切换到标题画面。同样，请在确定存档后再使用。哦，我刚有按过 F12， 它就是重置啊，就重新开始。哦，这个 F 到底是一样的。没错。此外，游戏中有些重要的音效表现，请务必开启声音进行游戏。欸，我觉得有点恐怖欸。反正听得到声音是你，我听不到。对啊，你听不到。那好恐怖哦。关于故事的背景啊，根据作者。圈友长佑先生简述，名就长佑。故事发生在与我们平行世界的1685年，不过有相当多的差异，尤其是那个世界中有着魔法以及奇幻生物，而本游戏内容纯属虚构，与实际的人事物、宗教团体无关。而实际上又是如何呢？那么就请故事开始吧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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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。我少讲三个哦。对，你少讲三个。我的名字是巴瑞·菲克特。巴瑞·菲克特，我是位守墓人。今天墓地中又有死者要安葬。然而跟以往不同的是，今天我也身处于送葬团之中，所以我是死人的意思吗？丝毫没有前兆，死亡无情的降临。望着躺在棺材的那身躯，无比熟悉的那面容，如今是如此的惨白。现在的我能做的仅仅是陪伴。走完最后的旅程。欸，我不懂他是死还是怎样。哎呦，不知道欸。这个风格跟那个 IB 有点像。欸，我在想说 IB 那个
那些人物是 他自己设计的吗？还是也是用预设的？总觉得是设计的欸。对啊，因为之前都没有看过，所以这个应该是套用之前 IB 的 那一套吧，对吧？对，应该。好，那么继续。因为天父依照他的恩慈和美意，容我们这位兄弟点点点放下今天的担子，我们将亲切的将他送放入沙土中。那看起来像沙跟土吗？那明明就来自这名就雪地吧，来自沙地的子民，来自雪原的子民，如今将回归归于沙，覆于雪，覆于雪。然后你，我们将其身躯埋于沉睡沙漠的绿色沙土中，使其获得永恒的安宁。点点点点。哦，今天好，今天好。为什么？花吗？我飞走了。花飘走了，得捡回来才行。欸，这人物真的有上 IB 的那个哦。欸，我现在可以控制欸。他跑步好帅啊。好可爱，而且他也太瘦。欸，怎么回事？可以走到旁边欸。对。不用念了，不用念。无名氏。名字，我比较喜欢这个，我比较喜欢这个。无名氏。就三个字这样。欸，花在那边欸，看到了。过不去。飘真远。对啊，这个人物跟那个 IB 那个很像。嗯，超像。哎呦，哎呦，水怪吗？耶耶耶！哇塞，刚开始就来个震撼弹。欸，我刚刚都没有跟其他人讲话欸。好恐怖！我被一只大手拖进水中，拖入水中，不知昏迷了多久。被带到了哪里？哦，又可以动。那边有个纸条，看一下。红色的红色眼睛的生物会帮助你。他就是红色眼睛的生物。他讲他自己吗？墙上有个洞。敲击墙壁。不要，我觉得在观察看。按哪一块？有老鼠欸。欸，哦，他就是红色的生物。哦。欸，老鼠储存也太奇怪了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先往左边好了。不能走。好，那往上。哎呦，这个花是刚那个花吗？花瓶装着百花，感觉很像，应该是送行之花。送行者每人手持一朵花，在埋葬时抛至棺木上，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。没错，就是这种花。我觉得他走路真的有点好笑。不觉得他腿很短吗？好笑。哎呦，送行之中，我猜。没错，有钟的声音呢。哎呦，教堂顶端的玛利亚。保佑死者的钟在葬礼开始时敲响。总觉得这代表什么欸？这几个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个。而且我每次走过钟，它就会有一次钟的声音。对，好，哎呦，墙壁那个钟响了。不会吧？它不是画吗？好奇特啊！好，上去。Oh my god！ 哎，门自己开了。Oh my god！ 这集希望差不多先到这。好，我们就结束这集吧。开玩笑。好快哦，好快就到有点恐怖的地方。时间开始倒数。进去吗？进去。哦，那个好恶心的感觉。怀表与你的灵魂紧紧相连，时间正在倒数，抓紧脚步，在时间归零之前。所以你敢看那个画吗？
看一下，感觉就是有吓人的东西要跳出来。三二一，哎，没东西，不能按啊。啊，桌上有东西，桌上放着一只怀表。啊，等一下再观察看看好了。再观察看看，哎，上面刻着 Barry Fouquet Fouquet， 他的名字。啊，是他名字哦。对 ，Barry Fouquet， 为什么你知道？因为前面有他有说。啊，前面有说，我都没看到哎。吼！拿起来吧。好，拿起来。哦，欸，有时间嘞。不会吧，就是要你快动！哎呀，吓我一跳。Shift 可以看道具栏，哎，有哎。上面哦，巴瑞科菲特哦，科菲特哦，你说的是中文哦？哎，我刚有看到，可是我联想不起来。菲克特，菲克特。OK， 那边有张纸条。念，生前在思考着什么，死后在挂念着什么，与死者们相会的您如何应对将决定你的未来，请记住，对于需要者伸出援手，对于安居者给予安宁。这是一种提示吗？总觉得我念得好有感情。好，那后面就交给你了。不要，这是储存点。鸡鸡，对，好恶心的感觉。一念，道路永无止境，风始钟鸣不已，行走于中间，直通出口。所以啊，走中间，走中间，我不能碰到钟是吗？对，应该就是不可以碰到钟的意思。哎，碰到了。走，他应该是叫你走中间啊，那个画好恐怖，我们去看一下好不好？看一下。安眠的长者，所以是。我觉得他突然会动哦。没有，没有。哎，我刚扣血了，好像走那个什么时钟走太多会扣血。真的。而且我发现左上角那个钟，它的会动，指针会动。因为他刚刚好像有提到说，抓紧时间在那个什么时间结束前。我在想说，那个钟是不是他的血量？因为刚扣一下血，然后那个钟就动了一下。啊，不然再试一试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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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留着血泪的盲人。又碰到。那个是沉睡的婴儿，突然张开眼睛。啊！他哭了。对啊，我刚刚扣一下血，你看。你又扣血了。没错。等一下这应该会更恐怖哦。好诡异哦，这个。沉默的病人。哎，没有没有没有没动。哦，这个。感觉叫他什么尖叫之类的。不安的妇人。等一下，这一条走廊也太长了吧？哎，没话嘞。哦呦，等一下，这重复了吗？对，好像重复了。所以会子啊？怎么回事？扣血。所以我要一直扣血是吗？好，我不管，我直接走中。啊，他居然走中间啦。对，应该就走中间看看。没有那个钟响了。刚突然尖叫，吓我一跳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？你去看那个画一下。他手误做的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歇斯底里的妇人。哎呀，哎呀。哦，所以每张画都会动，其实这个还没动。张开眼睛了啦！暴躁的长者。他张开眼睛吗？这个要不要看一下？等一下，我稍微让钟响一下。没反应，一样。他没动哎。有了有了。
对，都一样啊，没反应，奇怪。哎、欸，这个好像都没有动哎、欸，没有动，这个也没动。扣血了，他刚咳嗽了，真假？痛苦的病人。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发现他手变了？就抓紧，对，手变紧了，所以每张画都要变，他才会有反应，是吗？对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每张画都要变。现在只剩下那个婴儿，不是那个，走中间，回到最初，走中间，不要离开。对，就一直走中间。嗯。哎呦，每张画都好恐怖的感觉。哎，没反应啊，再走吗？再走就好了。还是这不是中间？看一下啊，一。三四都在中间啊，奇怪，他走路真的好像好有喜感，他手动超快，我卡关了吗？还是往回走看看啊？对，往回走。这个是先记录好了，这是一开始的地方。对，再看一次，道路永无止境，风始终鸣不已，行走于中间，直通出口。对啊，要走中的中间啊？还是说我都不能碰到中？因为我每次走都有碰到中，所以要完全不能碰到，应该是。好，加油！好，会。我觉得那些话在暗示着什么？我不碰到了，回去。再一次，好 ，Go， 又碰到了。可是他碰到应该会发生什么事情才对、啊？有那个钟声啊，有声音，所以应该是都不能碰到了，就不能让钟响了。对，应该加油。这也是要走，下面这也会碰到吧？所以是。这也会碰到，在上面一个。等一下，这要走怎么走？看一下啊。往前走啊。不是，就下面往前走。对。有，也有声音，也有钟声。是中间吗？啊，中间啦。先走到这里，然后再走中间。啊。没关系，我继续走，然后都不要碰到。我发火。再来，You can do it。这也是最初哦，所以他意思是跟我讲说，我要再出从这边再出发，然后都不要碰到。对，好，加油哦，那个。这个好烦哦，超烦！这个要走这里，对，没错。哦，烦呢！我不管了，先走，走到最初再来，好难哦。这每一步都要小心谨慎。好，回到最初，没有，他不是会有一个画出现吗？等一下，再一次。啊！看实况的观众会不会觉得我很笨？没有啊，管他，先让我去好了，然后再储存一次。好，再。吓我一跳！怎么不能讲话？有。好啊。一步一步来，加油！有，应该要有，没有，还是没有讲。
好，没关系，我每一次都不要碰到。好，这要小心，小心。我超紧张的，很烦哎、欸。哦哟，这是有，这是有。哎呦呦呦！快到，快到！等一下，按慢一点。啊、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。啊、哦！哎呦，又要再走一次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、哦，好紧张啊！啊，欸，中间这段就你来讲话，讲个笑话吧。好，有一天呢，有一天就是，你知道，就是有乌龟有分大只小只。你还真的讲？好，就是、乌龟怎样？就在恐怖游戏一定要讲个笑话。然后就是有一天啊，大龟问小龟说，就是他们在讲话，讲讲讲之后，大龟突然放屁就死掉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不要问。好，还有另外一个，这是世杰教我的。有一天，你知道为什么在 Minecraft 挖沙不能讲话吗？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会吃到沙。天哪！等一下，我手上没有过啊！哎、欸，我都没有碰到哎、欸。对啊，还会长那么辛苦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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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路真的很久哎、欸，我现在已经超熟练了。我觉得奇怪奇怪，为什么？还是不是这样过？还是你等一下往回走看看？好，我等一下往我再走一段，然后再往回走。好啊，走到这边，然后往回走。好，也就是走到。哎、欸，好奇怪哦！道路永无止境，风始钟鸣不已。行走于中间，什么意思？还是说每个都要碰到？不会吧？不会吧？你刚碰到都扣血，碰完都死了。好，每个都碰看看。每个都想，哎、欸，好，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应该可以玩很久很久，可能比那个预估的游玩时间多两倍吧。真的，两小时，一小时，噔噔噔噔。等，好，接下来又要带来给大家一个笑话。笑话时间。对，噔噔噔，残酷的笑话时间。还自己配音效。大家想不到。讲啊。还这。你根本就没想到吧？对。那我跟你讲一个笑话，你知道 Minecraft 挖土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说话？因为会吃到土。哦，哦，不是哦，是啊，无聊，好无聊。哎、欸，都还没过哎、欸，奇怪、欸，超讨厌的。回到最初，哎、欸，这次回到最初走，就是这句话不是在那个话下面，所以。走中间，不要离开。什么意思？走中间，不要离开。走中间是走路的中间吗？他刚刚的中间是那个钟嘛，然后现在他是说是走这个中间。哦，有不一样吗？有，那个钟是刚刚是那个钟，时钟的钟。对对对，可是现在是这个钟、哦。好，那我走中间。好。可是他说回到最初，所以是往回走看看。好，
走中间往回走。好。哎、欸、，shit， 你要这个中间。对。等一下，现在到底要怎么办？老鼠。哦，臭老鼠。老鼠你说话。还是我出去看看。哦。啊，请问啊，能守住啊？所以一定不是在我们这里。欸，而且刚刚画好像不见了，我再去看一下。还是我走中间走到底。好，再试一试。画、欸、又出现啦。残酷的笑话。为什么？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其实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过的、欸。好，就过了。果然是哦，有一只手，那是手吗？拿着钥匙。好长。先看这些书有什么东西。好。许多关于怀表的书籍。怀表使用手册。每只怀表配有专属的钥匙，必须借由上链回归时间哦。所以那个钥匙应该是装我的怀表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那个血量就会满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有可能吗？哎呦，从天花板垂下的暗红的手，暗红的手上握着钥匙，好，然后怀表上链，就，哎、哦欸，有，啊，他回去了，哎、欸，回去了，怀表。什么？怀表，怀表已经归零了，所以我那个血量吧，所以这个是回血的，应该是。是，应该。如果是我看到那个红色手，我会避开，而不是。对啊，这是恐怖游戏里面那个补血的东西。哎呦，看一下，灰之瞳。这主角也蛮白目的。戳他眼睛，好啊，有音效吗？没音效，欸、有那个哒哒哒，可是听起来不像戳眼睛的声音。戳眼睛不是不知的声音吗？对，不是，感觉是敲墙壁的声音，没反应，再戳，好白目啊！再戳，你这样就是，哎，没反应，好吧，算了。虚王，Yellow Ribbon 啊，下面就有中文字。对，他佩戴着黄丝带，围绕着他的脖子。他佩戴着黄丝带，佩戴着他度过整个冬天和五月的海风。当我问他为什么是黄丝带，他佩戴是为了他遥不可及的恋人。遥不可及，遥不可及。他佩戴是为了他遥不可及的恋人，遥不可及，遥不可及。这应该是副歌。哦，对对对，看起来很像。对，哎，真的哎。柜子上摆满着歌曲有关的书籍。哦，好，我念。锦条黄丝带在老乡娘唱的、啊。我的星期一满，正要赶回家。耶、yeah, ，快点下夜啊！我必须知道有哪些东西还属于我。等等等等等，若你收到我的信，快点下夜，告知你我将重获自由。这根本是，根本不是恐怖游戏呀！好笑，让知道该怎么做耶。Yeah, 如果你还要我的话，在老树上上，系着黄丝带，耶耶，还有漫长的三年过去了，你还要我吗？啊，如果我看见老师身上没有黄丝带的话，歌词就被失去了，耶耶，谢谢大家，残酷的歌唱时间，鼓掌。各色丝带代表的意思是。绿丝带，生命一同，联系一同成长；黄丝带，
刚就是这个啊。期待远赴战场的亲人早日归来。原来有前科的犯罪在世间啊，给予其机会。可所以他是他老公那个歌词，那个歌词就是讲说他、那个、他的亲人是那个远赴战场。对，然后就是问他说：“你还要我吗？你还要我吗？”哦，没错，黑时代，哀哀伤，哀悼，祈祷，默哀。他从头到尾就提到黄时代而已啊。对啊，这感觉这三个就是有什么玄机，绿色、黄色、黑色。嗯，与色彩相关书籍。好，你继续往前。哎呦。就感觉很像一个脸欸，恶魔，对，藏匿于黑暗，侵蚀，所以一个心脏被手抓住。欸，这个绿色手应该是一开始把我拖下水的那个手。对，就是你让故事开始。没错。好，欸，我觉得这集先实况到这边好了，因为已经差不多30分钟了。其实感觉进度应该是 10% 不到吧。哦，好，那我们是 CAFS， 我是白龙。大家，哦，这是结尾。对，这结尾。啊，你要说你是谁啊？我是残酷。好，那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。拜拜。